在庄这边穆里尼加跟阿德里亚诺的一个发挥啊，两个人都是很有特点，但我们说似乎没有能够擦出太强的火花，所以我觉得比赛也可以详细去聊一聊。是，好，这样比赛正式开始。那身穿蓝色上衣的是主场作战的石家庄永昌，我们将从左向右攻，而身着白色球衣的是客场作战的浙江毅腾。有请。喂，看看这边是机会，穆伦加腿，哎呦，进球了！穆伦加这一下身体的一个强壮的能力显现出来啊，女主防队员强行转身，啊、这个有点我说篮球里背身，把自己特点完全体现出来了。是，一头球一蹭啊，这一下直接挤进来，哇，这就是长途奔袭你不行，我不行啊，背身单打你不行，没错啊，拉都拉不住，是，这个推。